28、29提示题主，郭哥将手中的棒球牵直往上抛，在忽略空气阻力的作用下，当棒球离开郭哥的手上升到达最高点时，后继而下坠到原处。有关棒球的运动情形是回答28到29题。28题是问棒球在刚离开手上上升到最高点时的运动状况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它现在正在往上升，所以当然位移就是向上。它是往上面跑，所以当然速度也是向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球会越来越慢，所以就表示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，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小。所以速度向上就表示加速度向下，所以我们的位移向上，速度向上，加速度向下。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，棒球在刚离开手上上升到最高点时的运动情形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位移向上，速度向上，加速度向下。